我看见那两骷髅抱在一起时就想，为什么呢？干嘛要抱在一起？你说是为了爱情吗？不见得吧。为了安全感？火山爆发那会他妈的哪来安全感？说真的，我觉得他俩是太孤单了。火火融城啊，那情景下可没人理解你。你看这人就像看见你自己。我去过那儿，庞贝古城，2008年的时候我就站在那儿看着他们，这才明白过来，他们是把对方当镜子照了。他们抱的可不是别人，是自己。10年了，我该早点回来的。不是我不想回来，对不起，我还没混出名堂。真没想到在这儿还能碰上KaiXian人。不好意思啊，又提起往事了。客气了，其实挺可惜的，那会儿通讯没现在这么方便。我也是后来看新闻才知道的。KaiXian拆迁那回你没回去啊？现在成了亚特兰蒂斯了吧？我回去干嘛？因为不想回去。在国外待久了，再回去，你也清楚，反倒成了客人。是啊，像对咱们这样的人来说，是挺艰难的。像我们这样，不，对我来说，它不是艰难，是负担。施主，您不像本地人。水库马上就要蓄水了，现在KaiXian是一座空城，您多多当心。施主，委屈您住在我们的疗房，现在有一位女施主，等她走了我带你过去看一看。我还以为除了我这已经没人来了。今年3月东河大桥爆破，回来了很多人。施主，您知道他们为什么回来吗？那您为什么来这里呢？想亲眼看看一座老城的消失。宋涛，我20多岁那会儿觉得没出息的人才在家乡待着，我也是个没出息的人，跟你不一样。我一看到你就知道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知识分子嘛。如果我不知道你是KaiXian人的话，我会觉得你不回去只是因为崇洋媚外是吧？你又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。我现在是没得选了，我前22年跟KaiXian一起消失了，老房子没了，我爸我妈的坟也没了，全都没了。C'est la vie，不是吗？啊，法师，您好，您请进。施主吉祥。
您休息的怎么样啊？很好，很好。我现在正在收拾行李。施主，路不好走，多保重。谢谢法师，我这就走。好的。过几天寺庙也就拆了。施主有时间，到佛堂里去坐一坐吧。沉浮动静，皆人生。放下，得自在。保重。我们在哪儿？在我的回忆里。宋涛，我好像来过这儿。什么？可能吧。这个地方我都几乎忘记了。你在这儿还有牵挂吗？我老娘老头都过世了。男朋友们？都各奔前程了。过年吧，其实蛮搞笑的。在我六岁那年，我老娘去世之前带我去见了一个算命先生。那个算命先生跟我说，那你将来长大以后啊，要去蛮远蛮远的地方，远到连我都不晓得。我当时就想啊，哪能有机缘呢？能比开心还远，能比长江还远。后来我就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了。
算命先生还跟我说，生活就是这样，动物有可有回，海潮有涨有退，但是能回到原地的机会就没得几多了。宋涛，你是不敢回。施主，请收下。您该回家了。人不回家乡的原因无非就两种，回不去和不想回。我都43岁了，我来法国的时间比在KaiXian的时间还要长。你说我回去还是不回去？所以我就不回去了。其实我在离开那一天我就已经料到我可能不会再回去了。我还记得我小时候一到吃饭的时候，我就端着饭碗满大街跑，不是串东家就走李家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野孩子。后来长大了，我考上大学，离开了家乡。那个时候啊，我觉得外面世界好，外面世界大，瞧不上KaiXian这个小地方，总想着能够混出名堂再回去，多光荣啊。后来呢，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去了。其实修水坝是件好事，舍小家为大家嘛。我也不知道人活着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，没什么好埋怨的。我现在结婚了，有孩子，有老公，我挺知足的。真的，我明天回家。
挺好。挺好的。